大师贴膜，用时间演绎经典。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证明，它会沉淀一切，也会改变一切。那些真正的好作品，一定经得起时间考验。就像汽车膜，对我们来说，不仅是一件作品，更是时间的另一种可能。在20世纪30年代，自从第一代汽车膜诞生以来，人们与阳光的博弈就从未停止过。在一次又一次实验中，发现生活的更高境界。70年代，真空热蒸发金属工艺开始应用于窗膜，结合更高的光学级基材与材料技术，从此驾车出行成为一种享受。在20世纪90年代，科技的不断革新为汽车膜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。创新专利的双面多层磁控建设工艺，能够最大限度地透过80%的可见光，并反射高达96%的红外线，实现了根本性的高透光、高清晰、高隔热、低反光完美性能。21世纪，我们再一次革新了行业贴膜的服务标准。将人文关怀融入消费场景，从此贴膜体验变得自在、自信而又安全。我们总是在时间里前行，恪守匠心，精益求精，这就是我们的常态。从产品运营商到解决方案服务商，时代在变，专注不变。当智能化成为时代趋势，我们也将努力把膜的世界带入更智能的未来。有人说，是阳光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，其实是我们让出行能够更好地享受阳光。大师贴膜，用时间演绎经典。